大八卦，大家一起来解卦，政党恶斗 shut up， 不自觉醒 wake up。观众朋友好，我是周玉琴，大家晚安，我是王佑正。来，这个先问一下，先做过县市首长的，来县长，县长，所以真的是气象局预报准就不会淹水，还是水就会淹的比较小吗？我不晓得赖清德有没有做过县市长，有了，有啊，有啊，真的有啊。看这个说法好像没有，是不是？我看这个说法是完全没有哈，因为为什么？就我们县市长在过去防台的经验上来讲，第一就是防台的预防。防台的预防是怎么预防呢？就是所有的低洼地区，全部的位置清清楚楚的。比方讲三重市的正义北街，这个街口地方容易淹水，它降雨量到多少会淹水淹到多少，我们全部都是预估出来的。那山区哪些地方容易发生土石流？200多条的土石流，每一条土石流都清清楚楚，前四区都出来。对。然后每一个地区，我们的这个沟渠排水，我们的大的防洪的管道的排水，我们抽水机组的抽水量是多少？然后所有的地区位置都是清清楚楚。然后气象局会告诉我们大概雨量会到多少？我们大概知道台风进来的方向是多少，用高低位置差可以去估出来降雨量是在哪一个地区是多少。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预防，就是说降雨量到了多少，我们可能那个地区需要抽水，我们都会预防好。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每一个街道每一个排水沟渠，你做首长的人都要去检查有没有淤积。然后呢，这个出来之后，我们还跟台大合作，台大所有的防灾中心跟我们是连线的，台大所有的防灾中心里面整个地区会淹水淹到多少，所有的情况都是很清楚的。我要说赖院长，你真的没有做过县市长，这个事情我们只拜托气象局一件事情，就是台风大概什么时候到，大概雨量会有多大，风会有到多大，我们只有这些基本的资料，我们大概就已经够了。那我们跟台大的这个防灾中心合作，我们一起的防灾中心，我们就可以预估出来雨量多少，可能会哪个地区会有土石流，哪个地区可能会淹水，那降雨我们大概就用500毫米来算，累积到多少我们就知道山区哪个地方累积快到500毫米了就要撤离，因为会有土石流发生。所以我要讲的是，所有的防灾应该第一个全部都是县市长的责任，不是气象局的责任。好，第二个我要再讲的就是说，所有的防洪的设施在现在来讲可能都没有用了，因为现在的豪大雨绝对比我们过去的100年、200年、50年的防洪频率都要大的太多了，尤其是瞬间降雨，如果一个小时以内超过100毫米的，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如果延续几个小时，台湾哪一个城市不淹水？以现在的防洪设施来讲，全部都会淹水。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行政院院长，你可不可以跟地方的县市首长，你可不可以跟水利署，你可不可以跟这个农委会啊，或者这个土地水保结合，然后把所有全台湾每一个地区所有的防洪设施，它能够排洪水的量全部去估出来，然后是不是全台湾要重新来做？第二个要去思考，过去像台北市、新北市这些地区都是用水泥去巩固起来，我们是围堵的措施，但是将来如果雨量实在过大的时候，围堵的措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围堵起来你要靠抽水站，你靠抽水站如果雨量是超过这些抽水站的量，甚至太大你没有办法排得出去的时候，你要想其他的防洪排洪的措施。所以我要再讲的第二点就是说，行政院跟现在所有的县市首长，我希望大家真的不要再去怪来怪去，也不要去检讨现在的问题，要看到以后瞬间降雨量会非常非常的大，以后这些问题怎么解决。第三个我要讲的就是说，县市首长等到灾害发生就跟中央要钱，中央呢尽量就是说我有钱我就给你，没钱我就不给。我觉得中央还是应该要有一些特别预算，但是我觉得不是要钱，我们台湾有绝对有很多防洪的专家，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对于台湾防洪的措施能够好好全面的做一个检讨，然后跟所有的人民也一起参与来报告，然后所有的研究出来以后痛定思痛，把全台湾的防洪措施重新再做规划，再去做整理。所以其实县长的说法很清楚吗？我坦白讲，蔡英文
外交部长，谢长廷、赖清德全部没走，你看到日本人你就趴下去当奴隶，我就是这句话，你们都是没走，你们都是丢台湾人的脸。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对不起慰安妇的事情，不是一个踢同向的事情，这是欺负你所有的台湾人哦，尤其是台湾的妇女哦，你要清楚哦，这是我们国家所有同胞的尊严的问题哦，这是假人告告呢，你政府都不讲话了，我不知道蔡英文你到哪里去了，你到哪里去了，你知不知道这是羞辱全台湾人，你知道吗？谢长廷你根本就是个屁，我在这里就告诉你讲，你根本就是个屁。为什么叫屁？屁就是一个空气，臭的，你这个人嘴巴根本就讲不出一个对的话。我另外在讲，昨天在抗议的现场为什么那么多警察，因为外交部要那么多警察去的，所以你的警察怕外交部啊，那你外交部为什么昨天要派那么多警察，警察比抗议的人还多耶。那日本昨天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根本看不起你们嘛，你们来闹，你们老百姓来闹，我们有你们中华民国的政府在做后面做撑腰，你们闹不起来的，你们也冲不进来，因为你们很斯文，你们不会跟警察对干。我跟你讲，就是骄傲的大和民族，骄傲的日本人对待台湾人，还是一样跟过去一样的方式，用殖民地的方式对待我们台湾人嘛。所以我说今天的民进党是怎么回事，你今天做了政府，你不该维护我们台湾人的尊严吗？更重要的第二点，历史有这个史实，日本人是强征台湾人去做慰安妇嘛，你今天蔡英文为什么都不敢讲了呢？为什么我们外交部不敢讲话呢？今天谢长廷不敢讲话，赖清德你也不敢讲话，林龙熟了啦，我讲熟了，你熟了要做总统，你没资格。所以我在这边讲，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群台湾人碰到了这群日本人，就变成是熟了？我真的搞不懂啊！那日本人那个大熟了，跑到这边来踢我们的慰安妇的铜像，你们不会讲任何一句话，你们一句话都不讲，所以他们怕熟了，羞辱台湾人，因为都是一堆熟了。对。熟辣都能熟辣到一堆去了，比熟辣更熟辣。我不是说今天我在这边我一定很激动，也不是说我昨天在那边一定很激动，我真的非常气愤。你今天外交部叫警察挡着不让我们进去，你们外交部还跟日本的代表处在协调，派一个最低阶的人出来澄清，接澄清书，然后就代表这事情都没有事情。那昨天还要讲举牌，说我们这个抗议是违法，活动是违法，那举了两次，偷偷放下来。我跟你讲，里面的警察也跟我讲说，你们就冲嘛，他们也看不下去啦，警察也看不下去啦，但是被外交部压着，外交部是谁下的命令？是吴钊燮吧？吴钊燮，你今天出来说明清楚好不好？是不是你下的命令啊？我真的很生气啊！昨天我跟那些警察，我们大家在一起谈，我警察也很气啊，大家都很气啊，但是你政府，你外交部压着他们不能动啊，你让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啊。因为我们会伤到警察，我们不愿意伤我们自己人。我昨天在现场讲一句话，我们自己人绝对不打自己人，但是我们要绝对要打欺负台湾人的日本人，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希望今天大家觉醒，不要再受到欺负了。过去台湾变成殖民地是因为日本人甲午战争欺负中国，变成台湾才变割让的，所以你是欺负人，你到处发动战争。我跟一个日本的教授波瑞教授非常熟，日本的一个校长，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们日本人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耻的。对，慰安妇里面只要有一个是非自愿的，就是我们日本人的错误，就是我们日本人的耻辱。没错，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只要杀过一个华人，就是日本人的错，不要讲杀多少人，这就是你的军国主义，这就是你的帝国主义。到了今天为止，你还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台湾人。我也希望今天的蔡英文、赖清德，甚至谢长廷醒过来吧。日本人把你当作是第二等的，你还要在那边当日本人的奴隶吗？你还有这样的一个奴性吗？我觉得今天台湾人真的要醒过来了。日本人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要醒过来了。日本人当然我们有很多好朋友，我有非常多的好的日本人的朋友，他们都不认为日本人这种极右派，甚至日本人的天皇，甚至日本人的安倍，
他们对台湾人的态度是正确的，他们都不认为，所以我们要给这些日本人掌声，但是要给那些混蛋的日本人、羞辱台湾、欺负台湾人的日本人，我们给他严惩。我今天另外就跟蔡英文总统要提出另外一件事情，你要限制这个人进到台湾，他是属于 persona non block non glada， 就是说他是属于一个外交上不受欢迎的日本人，这个人不以后不准他进到台湾。蔡英文，你马上要做这件事情，否则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维护我们台湾人的尊严。不要在那边只讲好话了，我觉得蔡英文你要赶快做一个决定。